家乡大虾。这个胡椒的个头老大了。
酿的一个新品啊。这刚吃完肉啊，就来的小蛋糕缓一缓。这个叫抱抱面包，什么反正它有个叫抱抱什么一个小甜品啊，瞅着它就挺有食欲，像那个开花的大馒头似的。嗯，哎呀，真不错呀。嗯，这个就像是，咱们吃的那个叫啥，山姆卷似的啊。然后它里边这个就是，有点像那种冰淇淋的口感一样。你看到没？就质地很浑厚，就像是那种特别厚实那种酸奶的口感。哇，这个蛋糕老香老香了。是为什么他家专做小蛋糕类的啊，就是每一款我觉得都挺经典，而且他家用料都很讲究，全部都是动物奶油，一点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没有。嗯，香迷糊了。这种都是带的大肉筋，都是那种透明的，就这种特别好吃。我盘的这些就是一包的三分之一分量啊，就是用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稍微给它叮一下，稍微烤一下就可以啊，滋啦滋啦的老香了。我来一个这个六婆蘸料。就是不蘸料它单独吃也好吃，这个六婆蘸料它就蘸起来格外香，无敌的那一种。纯纯的大肉筋，看看这个肉啊，就是整个的后腿肉，就是整切下来的，不是那种散的肉给你压到一块来的啊。所以你就吃到每一块的话，它的纹理都特别的清晰，而且切的这小块你都能看到它肉和筋都整个相连的，不是那种合成的肉。如果在宿舍上学的姐妹们啊，就是你们一定要就是能加热才去吃，如果不加热的话，它里边这种肉啊，它是硬的，它是硬的，看到没？不加热它不好吃，所以加热完它吃起来会更香，更入味一些。有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都可以。我一会儿就能造一盘。